圈圈操，踏步走，一二三四，踮踮脚，甩甩手，深蹲蹦起，左右扭，再来，一二三。闭嘴！啥？本喵不用锻炼身体，一招光脊追踪，啥危险都不算事儿。闭嘴！不会吧？瞧，啥危险都不算。闪电猫，你的尾巴。喵喵，好痛！这什么情况？警告，头上有高能反应，更大的要来喽！快跑！警告！小镇各处出现了严重灾害。这么危险的陨石区，怎么天文台没有提前预警啊？因为没人能发现。什么？奇迹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！又是柠檬博士，出动吧！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根据分析，奇怪状况跟天文学有关。没错，这次被改变的正是影响天文科学发展的关键发明。这不就是那个望远镜？这次关键时刻是1609年，意大利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的伽利略发明天文望远镜。根据资料，伽利略还是人类史上第一个亲眼观测月球、木星、土星和太阳黑子的科学家。亲眼观察，科学家才能进一步研究宇宙，也就是说，望远镜就是天文学发展的起点。一定要保护好望远镜，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。出发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也就是17世纪的威尼斯。怎么回事？这里为什么到处挂着这么多面具？好看吧？那叫威尼斯面具，是这里最特别的文化装饰，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拿来做摆设。真漂亮。确认，伽利略正把发明带去科学议会的路上，只有得到议会的认可，天文望远镜才能普及。本喵要是坏柠檬，绝对挑现在搞事。你这乌鸦嘴！怪家伙，别过来！让我过来，没问题啊！炸弹准备。传送报告。什么？我的望远镜，没事。才怪，我来喽！送你炸弹，逆转光枪。不急。伽利略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是？我们是奇趣特工队，专门来对付那坏柠檬。小心，那些炸弹会从别的面具那儿飞出来。闪电猫艾尔，收到，看我的光系追踪。百变重锤，我枪
黄莎莎，这下你的怪招没用了。哎呦，我好害怕！你看看后面吧。不会吧，这里也有面具？望远镜危险，鲸鱼战车行动。闪光灯鱼，讨厌。根据分析，水底没面具，传送不了炸弹。启动秘密武器流水吸击。啊哦，危险。伽利略有很多影响世界的贡献，直接收拾他，时空数据肯定更多。听着，守株待兔，他们一定会回来。糟糕，科学议会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帮您拿回望远镜。可这次坏柠檬有点厉害呀，要不伽大叔你回家再弄个望远镜。闪电猫，这也太……放心，本喵亲自去跟议会的人说，他们一定会等大叔的。不，他们不会同意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我说的。在天空之外还有别的星球。根据资料，这是十七世纪重要的科学争论。这时的人们认为整个宇宙只有地球一个星球。这还用争？肯定有别的星球啊，太阳不就是吗？可大家不认为那是星球，所以伽利略才被科学议会排挤。对，我的研究都被他们否决了。哟，快看快看，怎么还在研究啊？省省吧。就是，根本没有别的星球。一定有的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眼见为实。通过望远镜，我会让大家看到真正的宇宙。太励志了，喵！好，本喵跟坏柠檬拼了！等等，眼见为实，那要是看不见，有办法了。大家过来。柠檬火眼金睛，谁也别想偷袭。等等，呀吼！望远镜到手。啥？无敌，给我！被坏柠檬发现了。收到，马力全开！安静，来小喵站住！给你炸弹冲锋！嘿，耶，嘿，耶，炸弹轰轰轰轰！是你。
你可用不了水炮。这个进那又怎样？我还有合作报告呢。冲天金刚拳，我们可不是逃到这儿的。不会吧？这里的面具在哪儿？我可了解得一清二楚。接招吧！通天火箭拳，齐去爆发！我们赢了！伽利略先生，我们快赶过去科学议会。太好了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我是对的，眼见为实，宇宙还有别的星球。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嘿嘿。名贵的巧克力喵，我就先尝一块喵。哦，不错喵，再来一块吧。哦，怎么样回事？闪电猫，这次过分了啊！你把大家的巧克力全偷吃了。等等，这都是柠檬博士。嘴角还有呢。冤枉喵，真的是柠檬博士搞鬼，不信你看。哎，还真是柠檬博士的原因啊。闪电猫，以大喵不计小人过哦。奇趣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出动吧。请请地震。这次被扰乱的是巧克力，你们必须全力以赴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，可悲。青青今天怎么特别严肃啊？根据分析，青青最喜欢的零食是巧克力，这次巧克力消失了，她自然会很生气。不准交头接耳。是，可悲。这次的关键时刻是1519年，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在北美洲的阿兹特克获得了可可果，并将其带回欧洲。请问可可果是什么喵东东，和巧克力又有什么样关系呢？艾尔。是，资料显示可可果是制作巧克力的主要原料，科尔特斯把可可果带回欧洲之后，巧克力才逐渐风靡全世界。明白，我们一定帮助科尔特斯得到可可果。出发吧，奇趣变形。这么大，我们上哪儿找科尔特斯啊？请救救我的朋友吧。他们被抓了，现在很危险。谁呀？这位先生，你的朋友被抓去哪里了呢？那是我第一次出海的时候，没想到就遇上了大风暴。船长，为什么您不会受到风暴的影响呢？因为我有它，可可果制成的饮料，帮你征服一切不可能。这醇厚的香味，哇，丝滑的口感，我浑身充满了力量。这个可可果广告和你的朋友被抓去哪儿有什么关系吗？从那天起，我就坚信我的朋友可可果可以拯救世界。原来你所说的朋友是可可果呀。分析，他大概可能也许应该就是科尔特斯。艾尔，你没事吧？没见过你这么不确定的样子。咕嘟，咪咕嘟。我没事，他的长相和数据库中的相片匹配率
只有95.5%，所以我不能100%确定是他。前进吧，拯救我的朋友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本命？资料显示，可可果在阿兹特克是用于祭祀的贡品，应该存放在祭坛中。你们是谁？竟敢擅闯祭坛？哦，可怜的可可果，跟我回乌州吧。不不，我不批准。你好，分手合体。近期开始活动筋骨。是蒙查查。把你们甩飞出去吧。可可果。芝麻开后门。什么？还有后门？隔壁的。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。是可可果。救命啊！米豆！可可果，关门大吉，溜了溜了，嘿嘿。停下！弄得这么大，怎么进得来？去那边，到火山那儿烧光可可果再回来。明白，这就过去。我的祭坛怎么跑路了呀？我晕。不能让蒙查查靠近火山口。光祭吹道，大头柠檬接招，飞喵踢挠痒痒。以我们目前的力量，阻止蒙查查前进的可能性为零。既然拦不住蒙查查，那就用酋长的钥匙开门进去抢可可果。傻柠檬，收到。找到了，嘿，凯奇，拿到了酋长的开门钥匙。
全部要被烧光了。不用怕，你们要相信，可可果可以拯救世界。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出海的时候。又来回忆，这危急时刻你就别捣乱了。我们现在要的是打开门的钥匙，不是可可果。还有办法，我们将可可果注入钥匙孔里，凝固之后就能变成钥匙了。但我们没有可可果啊。可可果？正好我有一颗。可可果？可可果！太好了，喵！没想到你对可可果的狂热帮大忙了。拯救世界需要可可果，这个拿去用吧。好，作战开始。哎，我们奋斗行动。乌鸡，不准靠近，飞砖大轰炸。相片不一样，原来科尔特斯吃了太多巧克力长胖了。奇趣特工任务成功。啊，长胖，还是出的少。气死我了，我的巨无霸玉米差一点就成功了。差远了好吧，你本来是说要种出大象一样大的玉米，现在才比普通玉米大一点点。多嘴，快把这些实验玉米拿去扔掉。这么多，我一个人怎么搬得动啊。重啊！哇，好饱满的玉米啊！这些玉米你要卖吗？卖，全部都卖。别浪费了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在吃什么？你的实验玉米啊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我好像变大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刚才吃了什么？你的实验玉米啊。我知道了，虽然玉米没变大，但是吃了玉米的生物会变大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把玉米卖给谁了？我全卖给小贩了。要出大事了！必须找到他，这就是买走玉米的小贩。这谁画的？皮蛋。画得这么抽象，我们怎么找啊？你们可是奇趣特工队，想想办法呀！
要是让街上的老鼠吃了那些玉米，他们会变得巨大无比，把整个小镇的地基都挖空，导致房屋倒塌。那样的话，小镇就完了。我们出动吧，不怕强敌。奇趣出击。勇敢的开启，坚强不向困难低头。健身装置，迅捷闪躲。启动，凯奇变身。露出萌萌的触手，用超能力来战斗。闪电猫变身，爱而就是力大无穷。当真正遇到危机。只要50块，这么便宜？等一下，一箩筐5块怎么样？不能再便宜了，5块钱外加一打马戏团的门票，就这么成交吧。平时你们的门票也是免费派发的呀？这跟墙有什么分别啊？还我玉米！发现目标，小贩就在商业二街。闪电猫。你们尽快赶过去吧。知道了，我们现在就赶过去。一个灯。真的是你吗？画得这么像，百分百是我啦。皮蛋卖给你的玉米呢？卖给班主了呀。班主呢？来来来，午饭来了。哦不。不只是午饭，晚饭跟明天早饭也一并来了，哈哈，全都在这儿了。千万别吃！奇趣特工，同学扶手发射！光镜追踪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居然来我的马戏团捣乱！还我玉米！对不起，班主先生。这些玉米不是普通的玉米，它们是青椒博士的实验品。凭什么实验品就不能吃啊？一旦吃了这些玉米，身体就会变得巨大无比。真的？那我倒要试试看。不要！别偷吃啊！真的变大了！他朝海边飞去了。如果让他飞出外海，那就不好捉回来了。我驾驶蓝鹰战机拦截他。闪电猫、嘟嘟公主，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实验品玉米。艾尔，联系青椒博士。明白了。请停下来吧！停下！这样很危险的，太任性了！同学
赶紧把他带到峡谷的悬崖上，然后等我的信号。知道了。开始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艾尔，等一下，我数到三，你就立即把项圈扔出去。收到。一。鸽子引到地面，找机会按下按钮。咕哩嘟，嘀咕嘟嘀，咕嘀。嘟嘟公主她要干什么？她说她有办法。嘟嘟咕嘟嘀。这个项圈到什么时候啊？5天之后，玉米对你的影响就会完全消失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取下项圈了。哦，知道了。项圈上怎么还有个红色按钮？你干什么用的？你干嘛那么多手啊？你干嘛要在缩小项圈上设置个变大功能？这是什么奇怪的逻辑啊？这叫多功能。为什么还有个黑色按钮？那个千万别按。到底还有多少个按钮？